很多爱打游戏的人都曾经幻想过，如果能够把这种爱好当成事业来经营就好了。虽然实现这一愿望很难，但真的有人做到了。37岁日本男子 Kakura 就将宅男这一属性发挥到了极致，还拥有了让人羡慕的生活。Kakura 从小就很喜欢动漫游戏，是个典型的宅男。出社会后他没有勉强自己，而是去游戏专门店工作。刚开始他只是普通店员，后来成为了店长，收入非常可观。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打造自己的游戏天堂。他在家中设置了专门的游戏室，为了让快乐的游戏过程不中断，还特地设计了中控装置和电源系统。因为规划好了每台主机、荧幕的摆放位置、配线，他可以一次开三台主机打游戏 ，FFXI、FFXIV、DQX 同时开动，感觉超爽的。他的家中到处是与游戏有关的摆设，二楼还设置了漫画与模型图书馆。看看这壮观的收藏，你是不是要流口水了 ？Kagura 虽然是个宅男，生活却很美满，他早就结婚了，老婆非常漂亮，是个在游戏相关行业上班的职业女性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老婆很理解他对游戏的热爱，有时候他想闭关几天玩新游戏，老婆也会支持。从一开始， Kagura 的目标就很明确，他知道什么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感，所以凭着一股傻劲坚持了下去，现在终于获得了成功。这样的宅男胜利组让很多人超级羡慕。